直接不见了，直接不见了，他在的。他就是拿手机想要打那个要拍影片，然后拍到自己那种感觉。他看了老半天才发现，哦，原来往前切。我刚刚经过两次，然后看那个师傅就站原地不动，超好笑。他不要记得切画面。他回着，他活着，他没死。有位过了，师傅好像现在没声音耶。啊，有有，那因为我没讲话。小怪怎么在门口？你还要小怪要进来先关门。我看的画面跟你们不太一样哎，太小好笑，他被吞噬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被夹住了，他被夹在那里，我只有扣一格哎。居然过了耶！来看来看，我没来过这一周哎。别在玩了啦，快！超大事！这个不要给记者来玩这个游戏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他刚刚拿着麦克风问小瓜说：“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”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啊，用错了，不好意思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这个地下废墟。我们应该来找找这世界有什么奇奇怪怪的生物。听说这里有非常可怕的东西，例如这个东西。用你的麦克风去碰碰看它，有没有危险？是没有危险的。这个是没有危险的。你走过去啊。我只是为了引发安全，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是没有危险的。这是死人的意思吗？这个每次看都觉得好笑，把你救他吧。这里现在死了很多人，这么活不了。我可能走不出去了，妈妈。来到早间新闻，我是烟花，我们现在要出发去探险啦！再见。好烂哦！哎，居然居然，快跑！居然，我很急，五十 K。我靠！因为巨人很难拍啊。这流量超高哎，就这样没了。就这样，巨人直接七十 K 是怎样？因为后面没有人拍啊。是我又活了，我死了又活了。我们要去找我们失去的摄影机，万恶的开端，长得好像我的肋骨啊。我们找回我们的摄影机啦，耶！骇客任务完成。哇！你就不要头刮到。小女孩，是啊，是小女孩。直接砍人，超好笑！啊，超狠的，一直追。啊，多贝利！快跑，快跑！呜、哦，我去追别人哦。哎呦，小女孩的屁屁，有动力的小屁屁。哇哇哇哇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我们逃离追杀了。呱呱呱呱呱呱！到底在干嘛？我在拍瓜呀，看不出来啊！只能找那个后面跑。这什么啦？后面就是在你后面的、啊，你没发现啊？哈哈哈哈哈！超好笑。下集待续哦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啊！他在跟着我，为什么没人跟我讲？快让我们过来，你干嘛？那边了，我爸爸。
全都是粉丝一边。一边流泪。